这就关键的96秒啊，15分45秒，第一位进来，这是教官。现场我们同仁啊，正在阻止。各位大家注意一下，16分07秒的时候，好，这位就是徐姓的民众，来，副首长跑出来，压制。控制在靠近墙壁这个地方。同仁从这个梯厅的走道的部分距离另外的三位民众。然后现在慢慢的往外带，驱离民众，在17分21秒的时候，全部的人员都驱离到派出所外面。好，21秒，也就是从两点15分45秒到2点17分21秒，合计1分36秒的画面。好，接下来是返回道歉的画面。这时候我们线上的同仁已经返回来驻地做警戒了。这两位分别是徐姓跟涂姓民众。这个是另外同仁的这个密录器画面，这个在第一次记者会的时候也有提供。这在道歉的就是那个丢徐姓，丢纸铁椅那个啊，对，丢纸铁椅哈，这个丢到那个电脑的那个。好，这个是2月16号。抱歉，16号当天19点08分的操作画面。蹲下来这位是我们副姓的同仁，那后面那位是我们许前所长。